玩掌工時間11:18，即係距離喂，即係2018年咧，即係如果咁樣講啊，2018年最後2分鐘。其實我而家用緊啲部 iPhone XR 拍嘅，因為頭先我發 BF 完之後咧，因為佢 send message 比較慢。要知咧，34分鐘係一個最大嘅容量。由11:15拍到11:48，即係呢段時間 send 唔到啦，唔係都有埋 send 嘅。OK 時間11:59，而家距離2019年，講錯咗嘢啊！2018年最後1分鐘，再見啦！2018年，慢慢等你。真睇下時間，而家最後30秒，2018年裏邊，OK， 最後10秒。我喺呢個時候聽到啲人倒數 ，OK。而家時間12:00，2019年1月1日星期二。大家小心啲咯，放開煙花。新一年祝大家新年快樂，即係身體健康可以進步啊！年出面都係咁樣，唔知點解出面有咁大煙花。2018年就已經過去咗啦，即係而家喺尖沙咀海旁、蘭桂坊、中環海濱、銅鑼灣時代廣場都有好多人睇煙花，300,000睇煙花。雖然話而家都係凍嘅，尖沙咀嗰個地方係12度，但係都冇咗市民出去睇煙花。即係諗下幾凍都出去睇煙花，不過基本上啲煙花年都係一樣啦，都去睇啦。即係放煙花都係象徵新一年嘅啫，2019年，其實佢啲講法2018年，不過要習慣先。即係可能話有啲留學成日都話。而家時間11:18，1月1日，跟住心諗，哇！時間倒流又翻返2018年，傻咗。你放貼圖喺嗰個羣組裏邊做乜嘢？食屎啊！我唔可以講嘅，其實功課嚟講咧，基本上我中英數通裏邊所有功課都 KO 曬啦，淨係得即係仲爭通識嘅 IES 化學嘅功課唔知有幾多啦，地理嘅 essay 而家聽日之後做完佢，因為你諗下星期三開學，佢星期三就翻學啦，1月2日，即係聽日啦，周圍有好人，冇乜時間咯，得翻最後一日啫。唔知寫冇個貼圖，唉！即係喺前幾日呢個 KFC 唔係呢個叫咩啊？係麥當勞，佢就自己一個擅自咁樣，即係走飲館，然之後引起好多網民批評，有5個原因點解佢哋唔支持麥當勞走飲館。即係近年越嚟越多餐廳都強調環保，走數行列，好似走飲桶、走塑膠餐具等等。不過呢個政策有兩種反應，
麥當勞日前宣布由平安夜開始實施默默酒飲管，不會主動向顧客派發飲管。新措施先至啱啱實行幾日，網民已經對餐廳執行方式大有不滿，齊齊去麥當勞 Facebook 口豬不佛，掀起一場關公災難。即係你諗下，即係佢同 KFC 一樣，即係佢自從 KFC 喺八月尾開始宣布走數，停止供應膠飲管同埋塑膠杯蓋之後，麥當勞都係今年九月發起逢星期一走飲管活動。三個幾月之後，麥當勞表示會喺12月24日平安夜開始，全線餐廳嘅麥咖啡唔會喺飲管箱擺放飲管，亦都唔會主動向客人提供飲管。至於需要攪拌嘅飲品，就會用木攪拌棍取代以往嘅塑膠攪拌棍。呢、這個政策有環保人士讚好大家樂，而家家居即係 IKEA 亦都將於2019年1月1日起走數。即係麥當勞佢發一個 post 啦，即係佢又默默愛地球，默默走飲管。由今日平安夜開始，全線麥當勞同麥咖啡活著默默走飲管，做到日日都係無飲管日。所有飲管箱會清空，亦都唔會主動快快飲管，而需要攪拌嘅飲品就會用木攪拌棍取代以往嘅塑膠攪拌棍。希望藉住默默走飲管，鼓勵大家減少使用塑膠飲管，攜手締造綠色生活。即基本上，我覺得呢個政策咧，即係同 KFC 係唔同。KFC 就係佢走飲管啊嘛，走飲管，但係可以就問佢攞飲管嘅。咁但係麥當勞唔得，麥當勞佢走完飲管之後，你問佢佢都唔會有嘅。即係話俾你聽，飲管已經係麥當勞唔存在。即係你話佢要環保啦，即係你嗰啲塑膠餐具、紙杯、塑膠器皿都唔環保咯。依家你嗰啲都係塑膠嘢嚟嘅，即係你覺得淨係得飲桶先係塑膠飲品、塑膠製品啊？器皿唔係咩？紙杯唔係咩？膠蓋走呢個飲桶就可以問佢攞呢個 KFC 嘅做法，點解麥記唔得嘅？咁即係唯一幫襯麥記嘅都唔會飲痛，都係要就咁飲。即係到底大家支持係指邊個咧？大家首先你知道一定係環保團體嘅，因為環保團體一定贊成嘅嘛。咁仲有邊個咧？大家喎，即係應該係多過一個人，應該多過一個團體，應該有啲大眾啊，有啲唔知邊個生產商哋係贊好。雖然話咩 M 記即係啲頹廢嘅人嚟食，咁但係基本上冇飲桶好似唔習慣，個個都嬲爆啦！點解冇飲桶供應嘅？如果要我再咁飲，我可以話唔係好方便，因為你飲個汽水都係想嘆下啫，而家冇得嘆，點睇？就記得喺2016年1月1日，3年前。即係我就睇完煙花之後咧，即係基本上喺尖沙咀嗰個地方係得兩個臨時廁所嘅，因為附近嘅商場係冇廁所嘅，逼爆曬。12點幾睇完煙花之後，基本上係完全冇位翻到去，基本上係1.5個鐘之後先可以去到尖東西站，因為太多人啦，每個站每個出口都擠滿曬人，你點樣翻到去？然之後，即係我啊自己個出動啦，去影車，凌晨影車，因為凌晨通宵服務啊嘛。因為好多人出去睇煙花，好多人翻到嚟冇車搭咁算，所以就通宵服務。通宵服務嘅話，真係有好多嘅。我啊影車，首先係屯門影啲，然之後去寫翻天水圍，跟住行到天水圍，跟住行到3點幾翻返嚟瞓，3點幾到凌晨3點。即係基本上係有啲人就今日啊喺朝頭早8點幾出嚟霸位，
朝頭早八點幾嘅，即係話由八點幾坐到坐埋嗰十個鐘頭坐到而家，即係基本上唔出食嘢，都幾凍啊，因為。我喺十點幾見到嗰個自然照嘅人咧，坐喺嗰度，跟住坐到五點幾，佢仲喺度，點解？再加上我影到佢坐嗰個垃圾桶上面有個膠板咧，佢寫住冇嘅，不准攞走，即意思係。留下不准擅取，我估呢啲字應該係佢寫，因為佢坐喺度每次都係攞膠板坐喺度。咁點解要坐喺度？因為每次見佢坐喺度，佢都係自己唔知講嘢。然之後即係我喺琴日同今日都比較見到喺呢個天連接天耀村至天盛苑嗰個天橋，比較見到一個嗰個人咧。揸住嗰塊牌，佢寫住咩 ？Give me money to come my home。跟住佢話，因為佢去環世界，所以冇錢翻自己屋企，要求俾錢佢。咁但我見到呢個人由琴日企到依家，我估嘅，因為我唔知佢企咗咁耐。環遊世界冇錢，即係以往都見到呢啲人，我喺。落去都見到佢成個呢個閱讀理解英文嘅都唔知講咩，所以我亂做，對唔住。我真係亂做，即係都唔係講咩嘅，即係你諗下，趁住隨住健身咪做完佢，而家做完啦，唉，終於順通搞掂，聽日就做埋化學地理，再加埋 IES。